比赛要开始喽！男子四强的第二场比赛哦，有朱宝贤对上陈文林哦。对，宝贤对文林好像是第一次在比赛中碰到嘛，对不 对, 對？因为之前宝贤他回澳门啊，对，忘了介绍宝贤是我们的澳门的选手啊，但是他现在定居在台湾的啦，因为他的女朋友就是大学认识的女朋友，现在交往也已经5-6年以上了，他现在就是在台湾，然后比赛开始喽。哇，这第一球发的还不错。喝过一杯酒了。文林应该也是第一次打保全哦，所以不知道他会不会比较紧张之类的，因为魏志宇其实上一场感觉起来他是不知道怎么打保全哦。对，又高啊，对不对？一年比一年高啊，没有在说，完全看起来手举在那边等很久啊。哇，宝贤这个 boss 打得很漂亮啊，对，刚刚好。因为他们一直这样打，1-0哦。对，这个软软发球还蛮有趣的哦，但有用的哦。哦，大家对那个后场还是没有很习惯啊，我觉得。哎，1-1啊！用你的网络啊！1-1啊！连家里有 WiFi 啊！王子不行。哦，这球很贴，所以文林没有办法接击。哇，很深啊！很深，这个球很深啊！之前不管是孙浩先在用光，其他也是都有这种问题啊。因为你连游戏也有问题啊，不是只有网络关系有问题啊。哎，宝贤相当聪明的，往那个文林的身上打。2-2哦，比分2-2。看起来出乎意料哦，宝贤还看得到车尾灯。对对对。宝贤的那个后场也是蹲得非常低哦，对，哇，真厉害！那个完全不知道球在哪里的感觉，绕着文林前后的绕。怎么样？好球，好球！外面3-3。宝贤马上还以颜色啊！就是用家里的网路，对，就是连家里的 WiFi 嘛。对，可以，请说。好，我跟你讲两个问题。第一个，好了。第一个，4-3喽，现在比分来了4-3。目前那个文林还是很轻松的控制了节奏啊，因为他的 ready 速度很快。哦，宝贤这球相当的软，好球啊！啊，隐蔽性很好，手举得很早啊。哎，6-3，右边。6-3，比分下来6-3。宝贤那个前场放的越来越低啊，一直低到了 team 上了，还是在低啊，没有最低，只有更低啊。哎，换边发球4-1。文林想要那个变线。打一个 risky 的 shot， 看宝贤能不能稳下来。哦，这球宝贤直接有猜到文林的，哇，这个好长啊！那个文林很长，两步就把球救下来了。哎呦，这个宝贤看起来策略还不错。对，
他不断的挑高球啊。嗯。好球。哎，我觉得刚刚那个文林不够。哦，站起来。哇！有从头到尾保贤都有盯住哎，都有盯住哎。跟得很紧哦。对对对对对。那文林看起来5-7。5-7，有车尾灯，车尾灯有看到。还闻到排气管的味道了。对对对。哦 ，Nick， 这球 Nick。Thank you。花边89。好了，我们又要回到刚刚说的那个，是不是要那个增加设备来做 video review 啊？这个。我那球是 Nick 啊，是没有问题的，对。我觉得我一直觉得保贤是一个很聪明的选手啊，而且他也算是因为才20多岁嘛，所以那个身体的状况跟体能算是不错的。对，他以前的问题其实是他没有一个致命性的武器哦。对，那现在看起来因为速度快的更多了，所以他的小球会变得比较有杀伤力。嗯，对，会强迫的选手要一定要往前去啊。而且这个球场真的就是像保贤啊，或像玉兴的这样子的打法是很适合的。对，对，就是放小球在前场。对，好球。哎，这球又是又在那个黑洞后场啊。对，黑洞的后场。对，他永远有新的弹跳方式。保贤这个软软球，其实在这边真的蛮有用的。对，说什么？对，陈文林，因为太出来了。10-7 10-7，直接一局就把我们那个预测分数给打完了。真的。哇！应该打了。Yes，应该打。因为其实位置是完全空出来的。对。有退得很快、啊，因为他打去其他就 winner 了、啊。对，他打直线就是 winner 了。但是因为可能他球可能很短吧。啊！天主陈文林。文林。哦，保贤看起来第一局有流不少汗哦。对对对对对对对，现在第一局打完的比分是11-7嘛。其实保贤我觉得他打得不错。对，就是。就等于有给对手一点压力，对，就是让他知道说，干我也不是软柿子。对，那个大家可以去转回去前面的那个比赛有没有？文林聪都笑到尾。对，现在没有在笑了。现在稍微有一点那个。哦，还是大师兄来了。对，大师兄来了。在笑嘛，快弄死。我的多少？跟最近一样长大。文林也是妈老了，软的要命。第二局开始。比赛开始哦！哦，现在第一个失误。陈文林，哎，保贤第二局可能会受到更多压力了。对，哇，这个很开呀、啊，就是完全没有机会。2-0，你自己玩足球不会这样。好，2-0哦。对，十二月。这个相当的可惜啊、那个！对，想要收力的这种小球，一旦你身体紧张一点的时候，你就会放不好。对，还有累一点的时候。对，还有累一点的时候。对，我觉得刚刚那个是对的，可是它就是有压力跟开始疲惫的时候，你就没有办法放这么软。对。哇，文林这个球，这个算是比较 cheap 的那个失误啊，我觉得。哇。这个我看到什么东西有点像那个打到拍光哦。对，不过他是要砍那个脚是看得出来的，是有点运气。对，哦，这球回的，哇、哦，这个黑洞球又出现了。对。哇，这样子的截击，就是有点接近 stroke 了。
在那个后场球场没有弹出来，对，五比一哦。现在第二局可能是一个屠杀的局面哦，因为宝贤第一局应该是消耗了不少体力。我球又进到那个角落体力流失之后，那个稳定度就变差了。对，毕竟真的平常宝贤并没有打这种强度的比赛哦，我觉得。哇，宝贤的那个后场变态的准啊！没有，他一直要看瞄那个我们现在看到那个。哎，这球可能会弹不出来啊、哎！真的，这球果然那个先知啊，对，孙爷刚刚在这边五局了嘛，对，知道那个球进来就出不去了，就出不来了。所以现在所有的选手都试着要、啊、出不来了，对。所有的选手都想着打的那个打狙点就对了，对，先截是对的，不然就出不来了。对，對这个球场狙点特别多，对，八比一哦，比分来到八比一。对、欸，其实跟我们预测没有差到太多，因为我、哦、第二局加起来的话，对不对？是，而且这一局还是文林自己失误一个 boss，、嗯、被截击了。啊，这球打得不错。对。啊！这球怎么会打了呢？对，相当可惜啊。这个那个，我觉得还是肌肉紧绷的时候会直接反应，就瞬间，即使是机会，你可能也单细胞思考了哦。对，就是到底我还是把它打掉好了。哇，这来不及了。十比一喽！十比一 ，Let's go！ 我刚刚突然有一种慢动作的感觉，然后因为文林他是往明明人家攻击左边，但是他往右边去了，对，结果哎、欸、还很顺的就又把球回到了该去的地方。哇，文林现在就急了，不过现在基本上是随他打了，他可以拼八个逆客，对，通常这个时候就是这样。哎，这个球打出来了！哇，这很快啊！那个球进去了，就是尼克中的尼克。感觉手感很好。